가셔! 外部确定，那他不是人，他是什么？要魔鬼怪。妖魔鬼怪经商开报社，真有虚惊。完全没有伤口痕迹，检查身份证啊。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家族在哪？这个属下也不清楚。他十七年前在北都住过几年，十四年前离开北都，后来不知道去了哪儿，三年前才前来海东常住。不对，他现在多大？十几年前还是个孩子就一个人住了。他一直长着。 不会老，这个属下也不确定。他之前伤得很重啊，放在正常人身上都死七八回了吧？是。他好像还没有痛感，对吧？他这种人打都打不死，肯定没有痛感。速度很快，力量很大，是，相当危险。要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。 就算身体素质再好，受过再严格的训练，也达不到他这个程度。如果他是我们的人，或者我们的人像他一样，稍加训练就会是个很优秀的士兵了。
杜林，等他醒了，好好审审他，看他还能说出点什么来。是，我先走，好好审。